大家好，我是雨婷小老师。今天我们要教的是中文听说读写 Lesson 12 Dialogue 1的生词盐、味精。那盐跟味精呢，都是调味料。一起念一次，调味料。很好，那什么是调味料呢？调味料就是在做菜的时候，在 cook 的时候，你会加的，除了食物以外，会加的东西。那你有可能会加这些，对不对？美国人常常会加很多调味料。那调味料就是 seasoning condiment。Flavoring 跟 dressing， 那就是这个调味料。这个是台湾或中国常用的调味料，那这是美国人常用的。好，那调味料有什么呢？有一个就是盐，一起念一次，盐。对，盐就是 salt。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生词味精，一起念一次，味精。很好，那这个就是味精。对，那味精就是 MSG， 就是这个味精。那什么是糖呢？这个就是糖。我们在做甜的东西的时候会用到糖。做什么是甜的？做蛋糕 cake 会用糖，做饼干 cookies 会用糖。中国人常常用酱油，一起念一次，酱油。那什么是酱油呢？酱油就是这个 soy sauce， 中国人常常用。还有一个是胡椒粉，一起念，胡椒粉。很好，那胡椒就是 pepper， 粉呢就是这个 ground 之后的 paper， 就是胡椒粉。那胡椒粉有分白胡椒粉跟黑胡椒粉，这个就是白胡椒粉，这个就是黑胡椒粉。米酒就是用米做的酒，在台湾很常用，台湾做菜的时候很常用米酒。那我们来看我们的生词盐跟味精怎么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很好。那盐有石化，一起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很好。那我们再来看味精，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总共有八画。一、二、三、四、五、六，歪了，再一次，六。七八八画，换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笔画也比较多。
一起来练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再一次，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对，这就是盐跟味精的写法。那我们来看例句，课文的例句，一起念。还要两碗酸辣汤，请别放味精，少放点盐儿。那还要呢，就是他之前在说话，说这句话的 before 说这句话，他已经有点了其他的食物。这里就是还要，他 still 还要一杯两碗酸辣汤。那碗呢？碗在这里不是 bowl 的意思，是它不是一个 noun， 它是一个 major word。他说是酸辣汤，那酸辣汤就是 hot and sour soup， 就是这个酸辣汤长得就是这样子，是中国菜。两碗，所以有一二两碗酸辣汤。请呢？请就是 please， 请 please， 别是什么意思？别就是不要，就是 don't， 不要。放在这里有加入 add 的意思，就是不要放味精，味精就是这个，就是 MSG， 味精。少放点盐儿，少是什么？对，少就是 less。放呢，就是一样，放在这里就是 put in 或是 add 的意思。点，在这边少了一个一，他想说的是少放一点盐。盐是什么？对，盐就是 salt， 对不对？那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 also two bowls of hot and sour soup with no MSG， not too salty， 少放点盐，就是不要这么咸。 salty 等一下会说。你再跟我说一次，你少吃点味精，味精很不健康。那这个就是味精，说你少吃一点，少是什么？少刚刚说过了，对不对？就是 less， 不要吃这么多的味精。吃是 eat。点在这里也是少了一个一，你少吃一点味精很不健康，不是什么 not 对不对？健康是什么？ healthy， 所以不要吃太多的盐，不要吃太多的味精。少吃点味精，味精很不健康。It's not healthy， 看，像它就会胖胖的。It's not healthy。再跟我一起念一次。你加太多盐了，这盘菜吃起来好咸。再一次。你加太多盐了，这盘菜吃起来好咸。你呢，就是 you， 加就跟刚才的放一样，在这里一样 add 或是 put into， too much
salt。看，有这么多，这个也是 salt， 这个也是 salt， 这个也是 salt， 这三个都是盐，加了很多在里面。这个也加，这个也加，这个也加。所以 you add too much salt. The dish, the dish， 这盘菜，在这里，这个这就是 this， this， 可以说 this。this， 那盘呢？因为这个是用盘子装的，所以这里。在这里，这个盘也是 major word for the dish， 所以这盘菜吃起来 taste 就是尝或吃起来好咸，好 ，it's too salty， 所以 salty 在中文呢就是说咸，跟我一起说一次咸。那所以这句话就是你加了太多盐了，这盘菜吃起来好咸。